家好，我是侨委会的徐嘉欣副委员长。我旁边坐的这一位美女就是来自我们南投的马文君委员。大家好，委员长特别请我呢，今天呢送来一个防疫包，是希望说呢，让委员来给我们多指导一下。这个台湾 Can Help 呢，是希望说大家来为世卫的这个大会哦做暖身的活动，请委员来给我们打开。好，有什么呢？台湾黑熊的口罩，二十片，对，哦，这个应该很清楚啊。对，台湾造型的手工香皂，是，这个是我们造师哦，这一包可以制造我们四罐的这个洗手液，可以随身携带，可以随身携带。对，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寄到海外，给我们的侨胞。委员，过年期间哈，这个我听说好像南投有。本来一些活动，对不对？南投其实应该是过年期间首选的一个区域，是大概大家很熟悉的啦，合欢山，对，然后清境啊，有雾社，然后还有日月潭，有山有水，是，然后还有溪头啦，或者其他相关的很多很多的景点，对。现在疫情的当下，大型的活动。我们想现在最重要的大概还是一些防疫的概念，防疫，为了安全，所以可能暂时活动不会办。可是如果去户外走一走，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因为选择到南投亲近大自然，是我想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选项，还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是，我知道因为台湾有高铁所以从北到高雄呢一个半小时最快嘛。对，可是其实台湾最远的地方其实是台北到南投的距离。对不 对， 对，你每天都来上下班吗？担任委员以后其实也刚好有高铁，是，然后也还好有国六，到高铁大概40分钟的路程，这么久哦？对啊，然后高铁再到台北也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所以你如果光是一天来回可能要花4个小时左右。是，委员在这个每天来问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哦，但是我觉得南投最近我这几年去我也觉得交通状况好很多。对，是，不过当然还是有可以在进步的地方。对啊，那现在高铁在要到埔里，也许我们都是要自行的交通工具，是，未来怎么样让这些衔接可以更畅通，然后可以更便捷，我相信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到我们南投县来玩。好，这个就有待我们马文君委员继续来为大家争取咯，继续努力。那委员，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海外的侨胞来说一说呢？在海外所有的侨胞好朋友，虽然新的一年刚开始，不过疫情还在发生的当下，祝福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有最好的运气、最好的发展。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很高兴来到一个充满书香气息，其实不是书好像都是预算书好像都是报告这个好认真啊。原来是我们陈以信委员。大家好，全球各地的侨胞大家好，嘉欣副委长好。你喜欢我的口罩吗？我觉得你的口罩很漂亮，太好看了。那委员，我先送你一片好不好？好，谢谢，请你来戴起来。好，今天呢，代表委员长特别送来这个我们防疫关怀包那请委员这个来帮我们看看。你小孩跟太太都在英国，对不对？对。那我们这一份防疫包呢，总共制作了35000份，全数寄到了海外，因为我们希望说到过年前这个侨胞很多这个干部可以收得到。对。那所以委员，你在英国时间很长，我知道你后来也有去美国，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提醒我们？因为现在英国疫情好像很严峻。对，英国疫情很严重，从去年3月23号英国那个地方也宣布了封城以来学生其实都很难去学校上课，那只有一些 key workers 勉强的去上班那么大部分人其实现在都在家里面，所以不管是团圆的日子啦，或者圣诞节啦，大家都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请大家要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对，然后真的一定要出去买菜嘛，所以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戴上。这是我们的台湾黑熊的口罩，漂亮的。是，然后还有一个台湾造型的米罩，它是手工皂啦然后有加一点点那个成分，那洗起来比较滋润，这样子。太好，这造型很方便。对，这个叫做慕斯罐，你把它打开。
放上这一包叫做皂湿慕斯出来就很好洗手，就是湿洗手，但很快就干了这样。对对，这样很方便，很好的一个精心的设计。是，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个简单的防疫包哈，让大家在这个过年期间呢哈，如果真的要出门去办事情的时候呢，重要的口罩以及我们的这个防疫的相关物资哦，带在身上，保持健康的机会。其实，在海外哈，尤其在英国或者美国，其实过年啊，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因为英国的华人比较少，台湾人也比较少。是，但是呢，我想大家还是呢买好一点的年菜啊，建议大家我们就来开 room 的 meeting room 哈，然后让大家来这个同步哦，一起吃年夜饭。我相信这样也让我们过年有更多的一个气氛在。让我们台湾的亲友也能够跟海外的亲友啊，都能够一起同步的在视讯上面来吃年夜饭，一起来过年。哎，很好，很好的一个建议哦。那请委员最后跟我们侨胞问候一下，好不好？今年是牛年，那祝福大家扭转乾坤，新春愉快。希望大家这一年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过来了。那2021年一定会更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而且大家能够心向台湾，让我们为未来共同努力。谢谢。今天呢，我来到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到底是谁的办公室呢？就是在我旁边这一位年轻的帅哥何志伟委员，应该要介绍台北小鲜肉何志伟这样。我不敢造次，因为在委员的面前我还是要尊称委员。那我知道委员哦，你现在没有戴口罩，我有一点点小担心，所以我准备了这个黑熊口罩。哦，这就够注意呢。那这个设计也是我特别设计的，很可爱呢。那你对我们这个防疫包有什么看法啊？可以来看一下，看一下。哦，来宾给我一个连扣，台湾造型的手工米罩，还可以摸到我们的那个护国神山这样子。是，这个是什么？你猜猜看呢？就是自己回家 DIY 做成造诣这样。对，所以这个呢，一包可以做四罐，它也让感受 sale 就清洁耶。哦，这个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哦，20个这个所谓的台湾。黑熊口罩，对，赞，就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很健康、很平安，随时背着这样子。对，老实讲啊，其实我也是跟你学习的，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艺术家，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在创作绘画的？在从事明代之前，我就在做推广儿童艺术。哦，对，去年甚至还办了第一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场台湾艺术博览会。我们在4天的时间卖掉600个台湾本土艺术家的作品。哇，这个是买回家收藏，对对对。一开始觉得疫情哦，这种会展啊，艺术家都超凄惨。对，结果我们逆势大成长这样子。哦，那里面我们有留200个空间给儿童，给小朋友。国中、高中、国小都有。哇，这个很有意义。对对对，就是看那个国际新闻啊，疫情期间有没有？对，夫妻家人每天都关在家里，对，其实衍生很多家庭问题。对，容易口角。对对，容易摩擦，距离太近了。是。那其实艺术在这个时候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对。所以我的4面墙呢，都变成他们的展区这样子，整间空间就变得非常的疗愈。那委员，今天在我们这一段访谈的最后呢，想要请你为我们所有在海外的侨胞呢，给他们一些鼓励。所有的侨胞朋友，新年快乐哈！我知道你很想台湾，台湾也很想你。那不管你在哪边，台湾已经变成全世界的典范之一。那也期待当你收到这个防疫包的时候，也把台湾的温暖跟你身边的朋友来做分享。勤洗手，然后把口罩戴起来。那适当的这些社交距离哦，没有关系。手机的里面有好多种社群软体，让人跟人之间没有距离。侨委会会永远爱你的，台湾永远是你最温暖的家。那要把这个家顾好，靠我们之外，也要靠你。那你最重要的是身体一定要健康，是你恭喜平安健康。我旁边这一位帅哥呢，就是我们的陈柏惟委员。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三 Q W。是
个口罩是特别设计的哦。这是因为咱这个最暗的国家队吼，伫台中甲桃园较侪，因为我的选区位刷到海线，一直到五峰。这个山边啊，吼，所以阮下骹就有这个海涌甲山头的这个形象。哦，啊，除了山丘以外，佫有小小一撮利用台语罗马字写台湾平安呐、啊。哦，因为我想经过2020年吼，感觉讲平安其实是上重要的事。是，啊，你看我这个，你感觉是歹看？上个特别的，除了这个乌熊以外哦，吼，咱台湾的这个形是用一个听诊器来做出来的。对。啊，所以这表示讲台湾 can help。台湾即马伫国际吼的形象，不管是水淹，不管是即个防疫，啊，伊则是即个公共卫生、医疗等等的水准吼。啊，我讲讲，哎呀，哦，是，委员，我嘛要送你口罩啦，啊，拜托你给我挂起来，好不好？来，我特别带来这个叫做防疫关怀包，是啊，这类防疫关怀包是要送给咱海外的侨胞啦，吼，你想要看内底物件无？对，这是。台湾的设备，手工香皂，好。这应该是会当予人淋迄个酒精啦，哦，淋一挂消毒的物件，啊，这应该就是洗手乳啊。这个就是咱的造势，这个防疫吼。这足巧呢。洗手就足好用的啦。因为这要寄国外嘛，你也用液体的，可能。无法度。对。啊，再来当然就是咱的嘴炎啦，全部拢有甲大家顾着，你真正是台湾天后。咱陈伯伟委员吼，是咱这个地区新选出来的委员，吼啊，所以伊足认真呢。每天吼拢来回，这段时间以来，互你印象上深的代志是啥物？上深的其实拢是大概服务完成的时阵啦，啊，包括学校的建设啦，哦，啊是讲有伫加拿大咧无催安的，啊，以及着咱伫国军内底有一挂具体的建议，应该讲咱的任期内底。主要的目标就两项，国家的安全，甲国民的安全。是。国家的安全当然就是讲外交嘛，主权相关嘛。啊，国民的安全，咱伫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环境下嘛是。所以伫这两个部分做好，我想一方面提升着人民的居住环境，啊，一方面嘛加强应对着国家的能力。伫咧咱今仔日有限的时间内底吼，咱最后甲咱侨胞吼，咱的侨民吼，即海外国人朋友呢，该拜一个年。我想讲，各位侨民伫外国拍拼，啊，咱伫外交委员会嘛，一定会替大家来服务。希望讲，如果恁需要政府的时阵，卖互恁感觉政府找袂着啦。所以拜托大家吼，充分利用侨委会，啊，希望讲伫即个外国的一切，不管是事业啊，是课业啊，以及着恁的即个身体，拢一切健康、幸福、美满，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台湾平安，大家加油 ，Thank you。Freddy 委员，今天你真欢喜吼，来到你的办公室。我拄仔你来时阵，看到一张春联吼，顶头写的字看起来敢那有点点啊复杂，但是意思敢那是足好意思呢。这是今年的我家己本人的书面的春联啦吼，啊，顶端就是台湾奔驰，就是嘛，唔盲讲吼，台湾可以继续奔驰啊，可以把这一年来在全世界上面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吼，啊，咱李台今年吼。会当继续拍拼，啊，当然这个全世界足侪台湾人吼，拢伫第一线，伫国际上吼替咱做这個国民外交嘛，就有关系。对，所以讲大家做伙拍拼啦吼。是，我今仔日嘛特别来甲林长佐委员吼拜年吼，啊嘛是想要送你一份小礼物，一个防疫包呢，先送咱委员来戴上我们的吼口罩，那我就被宣传 Taiwan can help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希望委员拢关心吼，我内底今日小看者。哇，这就是有更加侪这个足高水的这个水啊吼。20个一包，啊，一个家庭用都多好。是。哦，这地块嘛对吧？对，这份鲜的，咱就家放伫个这个香的慕斯罐内底吼。哦。大杯香菇的吹外号时阵要洗手，足方便的，足方便的吼。哦，还有个我最喜欢台湾。台湾型的这个地沟，而且它立体的哦，中央山脉嘛有哦，好棒哦，我搁有当上哦，我查某囝，是，很漂亮。委员，我有看到你足有用心的，除了加一张春联吼，我看有我海外朋友嘛有收到这张卡片呢。我这摆吼，就是我设计本来是写五福春，就是 Good Fortune。落尾，阮就感觉讲，啊，但是咱台湾人吼，讲啥物物件啦，足澎湃，拢讲一牛车啦，吼，所以讲，我就决定讲。福春一牛车，就是 full of fortune 的意思吼。相信就是海外乡亲吼，嘛收到，啊嘛，唔嘛讲继续再讲。这种意思的呢，这张我嘛要给伊收起来吼。因为你的选区就是咱邦甲，哦，甲这个啊中正区嘛，对。啊，所以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咱
真侪遮个医疗人员是真辛苦，对对对，就第一线个医疗人员真正是冒上大个风险吼，去替咱收这个眼睛，所以讲也是爱提醒大家吼，防疫新生活爱足注重个吼。咱这个阿中部长嘛有讲八大场所，吼、啊包括大型个遮个活动，你家己嘴腔一定爱挂咧，实名制大家配合，吼、还要够包括这个进出的这个消毒吼，消毒哎，勤洗手，吼，啊家己这个上重要，勤洗手。对对对对，最后我想甲咱所有的乡亲吼，尤其是海外乡亲吼，拜年。祝这个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对场所的支持。所以讲新的一年，大家若有任何的意见吼，也不吝指教，啊随时甲场所的人有些联络。伊若有任何甲交付有关系，因为我应该也是还阁会留电话甲公主关怀。所以讲，继续跟嘉兴一起努力，吼、大家有任何意见吼，拢免客气，尽量欢迎，多谢。